开始把我删了吧，不要惊讶鬼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，往后的日子别来无恙啊，多想你此刻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到此为止了，聊天与合照彼此别再收藏了，所以再见亲爱的你啊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，今天来教同学们弹唱这一首删了吧。首先把和弦来梳理一下，有基础的同学可以跳过。第一个一级和弦，右手弹哆咪嗦，左手弹哆。好，下一个二级和弦，右手弹 re fa la， 左手弹 re。然后三级和弦，右手是 mi so si， 左手弹 mi。下一个四级和弦，右手 fa la do， 左手弹 fa。然后五级，右手是 so si re， 左手弹 so。最后六级和弦，右手是 la do mi， 左手弹 la。好，那这首歌的第一段呢，它是四个和弦啊，四级、三级、二级、一级，然后每一个和弦我们去敲四下。首先找到四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，三级，下一个二级。我们的和弦顺序有一点变化，首先四级去弹四下，好，然后三级和六级这两个弹两下，然后再到二级和弦弹四下，然后再到四级跟五级这两个是弹两下，把它连起来。八个字的留言在对话栏，我点了清楚又写好几遍，指定和你表记唯独的聊天，以为所有声响就进入到我们的副歌部分了啊。和弦首先是四级跟三级，他们两个弹四遍，然后二级跟五级这两个是弹两遍，再到一级和弦弹四遍，把它连起来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，不要惊讶鬼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。下一句呢，我们是四级弹四遍，然后三级弹两下，六级弹两下，再到二级和弦弹四下，然后五级跟一级这两个弹两下，把它连起来。多想你此刻也很遗憾吧，我们的故事画上句点到此为止了，聊天与合照彼此别再收藏了，所以再见亲爱的你啊。按照这样的和弦去弹唱就可以把这首歌完成了。如果同学们有想要学的其他歌曲，或者想要把这首歌弹出更多的花样，弹得更好听，可以来给我们私信和留言。那今天的教学先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